日前，杨幂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，正在上海拍摄电影的杨幂戴着口罩帽子出现，身边只有助理不见老公刘恺威的身影。当天杨幂特意选择了一件很宽大的衣服现身，韵味十足。来到安检处的她也是毫不避讳地通过安检门，似乎一点都不怕辐射的影响。